又加最后最后，我要请你跟大家再说一下啊，对于演唱会，你要不要赶快催票一下？因为我相信5月20号你应该时间留下来吧？对，有哈。我觉得催票的这个动作本来就是要对歌迷说的，所以我非常非常认真的跟有在听林宥嘉歌的朋友们说，就是我知道你们呢虽然很有品味，可是很懒惰。他们是有品味的宅啊，哦，好，所以这次要动员。这一个演唱会呢，因为真的是一个象征性，真的是很有这个音乐的新开端，就是新旧一个交汇点，所以希望有在听林宥嘉歌的朋友真的可以来共享盛举。然后这个演唱会真的就只会在3个地方开，对，目前对。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很支持的话，我们都有做好就是要一直唱的这个准备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，然后可以让我们跟更多的人分享这个演唱会。好，所以不止5月24日，整个5月的档期都留下来了。没有到这么多，哦，没有到这么多，但是已经有希望能够再加强这个心理的准备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林宥嘉冲刺喽！对，是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这个事情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超级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，所以请大家要看这个演唱会。请大家一定要全力的支持林宥嘉，我们这个希望林演唱会呢超级成功。谢谢，谢谢宥嘉，谢谢。